第一个，哎，
水艇的。对啊，潜望镜。可以做投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。好，你也可以选择整个都选择上面，选水艇上面，那个人会帮你想出来是什么？来欣赏句句的。哎，我这一题要是错，真的是。哇，这个。哇，我猜的，我猜的。你们看自语化的，自语化的。底下留言，底下留言。那个是偷偷的吧？等是偷偷的。你画什么？牛啊，上面是乳牛，乳牛不是有斑点吗？前面，但是你跟我的想法有点像，你跟我的想法有点像，而且是骑牛，对，这种上面叫画格伦斯，而且骑牛，哎，你看我写的，你看一下前面的图案，骑牛，我是骑牛，啊，我知道，牛仔吧，牛仔，这是骑牛，牛仔，你他。台湾经典会画出来的 Apple， 这个是美国经典会画出来的 Apple。哦，真的，哦，你们一定要，因为它蛮乖是吗？我们不会有上面那一条，我们不会有这一条线，他们是那个什么品种不一样的苹果，哦，真的，什么五爪苹果，超人，那哦，不错，我觉得可以，超人，都还是可以，对，可接受范围内，对，是树懒。那这怎么可能是树懒？那是什么外星人？哎，多难呐！兽人呐，猫人对，猫人对一点呐，对对，哎，我觉得这是对啊，哎，最后影片结束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且追踪我的 IG， 以及 FB。